道。欢迎来到英雄联盟。敌军还有30秒到达战场，碾碎他。正在前进。全军出击！这混音暴露了呀！在偷我 F6 的，这鬼东西 W 伤害，挺高的呀。他没在自己 F6， 肯定就在我们 F6 了。虚空女皇的东西都是红开的。我们红蛇人好像还在，他没倒。小火龙还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。看到了，他好像是在偷的。等一下，等这波兵走。偷到了，那可以上。喜欢抓扇，这就是为什么跟你们讲，你少抓扇，特别在蓝色边的打野，这堵墙会让你很难受的。这已经是第几把这样的打野了。有点可爱，有点搞笑。他们辅助走了吧，可以杀这个 AD 的，等兵线进下塔了，血回满了。算了，在逛街，他先进他的红区，他要来刷我们 F6 了，这种人刷也会有惯性的。贝尔维斯，刷野老想抓人。
回家，回家。烧烤一下，也没演啊。不要黑，不要汤，直接走，啥事没有。这小伙能一丝血给他走，他刚才朝风竟然没打完，应该是打了一个。不是你一个都没打吗？等我过来打是吧？坏了，啊，
给金福吃，不给他吃。我好像不该出去的，他们以为我有闪现。他们，我突然想起来，为什么他们不追我了？他们是以为我要过墙了，绕了一圈去追我的。我看他好像可以给他骗到的，结果没想到这两个人这么单纯啊！他们跟他是以为我闪现走了，所以往左边去追我去了。我刚应该直接避的。他把位移给开始传火，全是 AOE。这么痛这一下，这么无脑压线，不抓你抓谁呀、啊？这奎因这英雄都好久没见到了。打先锋太快了，今天 有一把螳螂两件套打这个先锋慢的要死，带个火杯里面去了，好致命滑踩，再来个 W， 他不带这个火，我还 Q 晕不了他。
运一下金魂，地来一个，哇！这一拳，好狠的进步！我刚才想打个 E， 来个三环呢。这一拳是有点痛的。好不适应啊！啊，你这么快？大唐唐火。又来个三环，追不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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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预判，好，烤蝙蝠，对，维斯贼想杀我他。他弹个小兵，看能不能传给他。你注意了。受不了啊！受不了一点，他一直大不烧你，那就烧你。一个 W 半管血，
刚才。我就不 Q， 让你慢慢走。他好像有点生气的虚空女皇，这边挺灵活的，所以这种情况这一件的话就直接来一个，其实可以来个这个，这现在给的移数也挺多的，还给冷却星界驱使出绑甲，其实也可以，这个进攻性更强一点。我伤害已经够了，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让对面跑不了就可以了，不要让他跑。回来吗？他手比我们要长呢，他好贱呢。走吧，不打，没什么血。想把这个泰坦抱过来，但是啊，好鬼，好像死。啊，喜欢闯火吧。干哈？他怂了，又想杀我又害怕，你已经失去了你的勇气，你失去了你的第七件装备啊，家都没了还在追我。这么想杀我吗？伤害最高，对面打野伤害最低。